山餐厅里我最好的心不管的餐厅都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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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说吃果子拜树头，吃米饭长大的台湾囡仔，却常常忘记台湾农民的悲与喜。好亲爱，来恁爸哦。哦。只要大家。台湾农民平均每三个加起来就有200岁。他们一生劳苦，为这块土地默默耕耘，最认真，却也最认命。台湾农民，因常常要用台湾米饲咱一世人。即马，咱为因做啥物？念歌词。我感觉我家己阿公阿嬷就是一个正常的阿公阿嬷。所以，我是不是有除了讲笑我很欢喜之外，我嘛其实嘛咧找找我甲因生命共同的连结。所以我小时候看到阿公他一台拉力哦，我现在知道那个道理了。他需要有人陪伴，那个最好的就是音乐。这几年我先啊，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，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。严永能坚持为他们写歌，坚持为他们唱歌，坚持赤脚巡回全台319乡唱透透。这样的坚持，让全台湾听见阿公阿嬷的歌，让他打败天王天后拿到金曲奖，也让他成为台湾史上唯一赤脚领奖的金曲奖得主。真正开始是种可惜，因为我常常要提醒自己，唔通忘记这个土地，因为这是我家己阿公阿妈生长大汉的土地。在地的幸福子民，相信幸福，勇于承担。联邦银行邀您一起留下来打拼，让幸福更踏实。联邦银行。